江彪这个家伙真正是有够烂的啦！我一定要向病院客诉啦，袂当让伊继续害人啊！先生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借问咧，你头头讲的迄个家伙员叫什么名？江彪勇啊！江彪勇，嘿，那是何律师介绍给我的家伙员呢？啊，你嘛是何律师介绍的哦？系啊。后来我才知影，江彪勇这个家伙员哦，一点仔拢无专业啦。因为着要得到 case 哦，不择手段，甚至搁乌色护理站呢。原本我嘛已经要出院啦，结果却因为伊的疏忽哦，引起败血症，搁送入去予加护病房安尼。我嘛拢已经误会啊啦，我真正唔知影伊是毋是能躲过这关啦。啊，先生啊，我好你加载吼，我有拄着你呢。人命关天啦，这件代志哦，袂当安尼有准拄煞啦，行。时间哪会人还袂来啊？要是我去护理站问一下好啊。头家妈，你哪在这？你是不是人搁倒位无爽快啊？我无代志啦，是阮查某孙珍妮，伊感冒肺炎住院，我来看伊啦。哦，原来是你查某孙感冒。哎，你敢有炸嘴啊？无老大人互传染着哦，安尼较危险吧？有啦，有早啦，放咧被包顶。哎呀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多谢啦。系啦。啊，对啊，头家嘛，啊，请问，阮刚的相片，你敢有传互朱当署长啊？有啦，已经传了啦。啊，阮新强出差去日本，啊，伊咧处理公司的代志，足无闲的。我嘛唔敢一直甲交流，一直甲问。我了解。等伊回来台湾，应该都有消息啦。免啦。头家妈，你手机也收起来了。啊，不管之前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我拢相信你。我嘛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还我的清白。是非对错，有时阵是看代志的角度无同款啊。要若是想执着对错，有时阵啊，会伤害到两方面啊。江小姐，好利索。多好，我要去找你。我伫只等足久，迄个病房的家属哪会拢还袂来啊？病房的家属拄只有来护理站，去不讲要换新的照顾员。我无方便问伤济，我想讲你已经讲好啊。无，我伫只等足久，我拢无看到伊啊。伊敢有讲是啥物原因啊？我嘛唔知影哪会安尼。多谢。房贷要安怎？为着你啊，我是把油门吹到底在办代志呢。我已经在病院散布江碧玉的歹名声啦，以后伊在 VIP 病房，免是要得到任何的 case 啊。你袂记得我讲过的话哦？唔，那是 VIP 病房，唔，那是病院，唔，那是江碧玉这个人，我连伊的后生、伊的查某囝、伊的全家伙，拢给我压落底。因为无路，搁起起来。然后就送他去我替他准备的条路。啊，李芳，我真的是很喜欢你这种熊的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偷偷凌迟他们全家伙，让江碧玉一世人在后悔跟你做对。你好，这是你订的东西，阿龙总备给你收240元，多谢。什么味怎么这么臭啊？我要吐啊！少年的啊，你送这什么东西啊？整个都臭臭起来呢。
张先生，这是对我做好的，而且还是小的，应该不歹去，所以是张先生让你误唔对。啊？便当无歹去哦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我的片啊歹去啊？我无安尼讲啦。张先生，我阁有一桌的人客要送啦，麻烦你240块。少年的啊，我巴肚枵到大肠过小肠啊呢。结果你送喷来，阁想要甲我收钱？你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嘛！我看你哦，无几岁呢，啥物唔做，乌人做骗子哦。以后你洗囡仔，就断脚断手，我跟你讲。张先生，请你放较尊重的。哎呦，做骗子搁到这样，你还嚣摆哇？参照你这款人啊，就是欠个死，欠个死，欠个死，欠呀！我手要断去，你放手啦！你莫阁乱啊！像你这种恶鬼，我看足侪啊！明明顶的物件无问题，所以一直嫌东嫌西。你的目的就是无想要付钱，要骗一顿饭。你今摆上好是把240块退出来，阿拉无，我就报警再处理。好啦，你就是讲我的耳眼一个便当上啊，要报警哦，做你去报啊！死狗再来看卖，警察把先掠走了。笑！什么？什么啊？讲到报警就是要闹翻，我袂乎你这尼好过啦。你是想要创啥？点赞 A P P 有你的资料啦，你搁在陈子维嘛？我要甲你写做啥物模样，要够你恶行恶状全部都翕落来，然后公布伫网络顶面，乎你这骗子黄肉收、黄公审，乎所有人伫路里看到你哦，都对你配谈配乱啦。我根本就无做啥物，你莫伫后边来啊！手机啊，骗子陈子维抢我手机啊！放手，放手啦！你说，好，你撞他，你撞他，你说，丢来啊！陈子维怕死人啊！你就叫凶啊！叫来啊！放开我！周胜强，傅小舅，傅小舅，傅小舅，失礼啦。给你交了着，来啦！等下要见人客啊，我先把资料搁看一摆。傅小姐，我拄则去停车场找无你甲小舅上，啊，才听讲你已经过来啊。啊，那无看到小舅上啊？小舅人无爽快，我有请餐厅的人搁开一间包厢，让伊小休困一下。啊，小舅上头壳搁咧疼。不要紧啦，药食落去啊，真紧就好啊。小黑，算法集团就当副店已经到位了，是吗？已经在包厢等我一睏啊。小黑，你对这个就当副店印象安怎？阿姨，予人会感觉啊，真有耐心，啊，好亲近，啊，佫无甚物假设。不过，无是一个做当副店的班头呢，甲咱社长上予人的感觉真亲像啦。像你这个时间，你对这个酒当书店印象这么好啊？这只是第一个时间的感觉啦，啊，可能拢是台湾人，啊，伫个社酒上，甲副社酒下骹手边做工课遐尼久，啊，对台湾人哦，特别有亲切感的。副社酒，啊，敢有需要等社酒上身体较好一点啊，才同齐甲酒当书店见面啊？若是安尼，我先来甲因通知。无需要啦。他就当书店当两工啊，卖耽误人时间，我来去就好。行。就当书店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位是阮东京上野集团的副社长阿奥基纳米。副社长你好。我是信华集团周信强，
这位是我的助金淑文。副社长你好。就当处长，我小舅讲有代志要无用，都由我来接待，应该不要紧啦哈。啊，当然不要紧啦。安尼我当连工才阁拜访阿 K 社长。这当然无问题。就当处长，今日你这么无用，特别来，我都卖浪费你的时间啦。我直接讲重点，恁公司的开发计划书我已经看过啊，请副社长指教。入住美丽家园，三分钟到国际商城。真好听的 slogan。这不但是讲好听的，美丽家园是捷运共购宅，附近生活机能真齐全，都敢那欠一个国际商城。所以我只希望贵公司会当入住美丽家园。就当处长，你可能误会啊。我今邀请恁来，是想要加了解，还未决定要跟你合作。也不过沙头上的电话来宾讲，小海是转到问题先。嗨，司令马赛，是我疏忽。就当处长，司令马赛。不要紧啊，误会解开就好啊。好在咱们的合作还没开始，咱都没有任何的损失。就当处长，你的计划书我都退还给你啊。不过小舅，之前你真热情邀请我们过来，现在突然间我继续合作，是不是对信华集团有什么成见？那咱提出来讨论。我都坦白讲啦，恁是我想要合作的对象，理由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东京上野赶快伫咧台湾发展，我嘛赶快来找台湾其他的公司合作。就当处长，多谢你走这抓，若是有交代不周的所在。请你多多包涵。淑文，等我等你饭店，我再看计划书有多位需要加强，你再跟沙头上，你还有时间见面。董事长，你都把咱的名片当在头壳打呢，你可要上上门去让人糟蹋的。卡出什么代志，拢要告民主，都无跟你的新华集团了。头骨你听还是不？有啦，但我加较好啊。啊对了，你甲沈爸当处长讲了安怎？伊人咧，我来甲伊拍只球。Man 啊，我无要跟伊合作啦。那是安怎？沈爸集团的台湾名声真好啊，因的客源我也看过，写得足完整。我无要跟伊合作，一定有我的理由。台湾公司这么多，咱嘛不一定要用因啊。哎呦，好啊啦，莫讲公事啊，我巴肚枵啊。好啦，唔通让你枵着，不会食饭。阿娘啊，你敢有看到港票伊红色相片？是我替马团给你的，你还记得替伊找人哦。丽红，江小姐呢？无限你，你阁这么关心伊？毕竟是同学一场啊，而且这是你甲马等伊要做的代志。我无想要因为我破坏你的信用。多谢你，这里有我谢相。好，这个代志我去办。淑文，我传一张相片给你，你去找这张相片里面的人。